丁老师平时还爱写诗啊，这厉害。一九五年，这怎么说呢？这是业余爱好。这也太行了吧！差不多。可以了，我们往下训练。来吧。这个，跟垃圾桶里呗。OK。 苏完就练嘛，三更灯火五更鸡嘛。苦练，再苦练。来了。其实旋转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反手的这样的。啊。哎，就有了，对吧？哎，搓也要压住搓的啊。哎呦，太快了，学的。这高体育的是快，真的快。 这个是一教就能会的吗？就讲，废话，这一教不能会，还运动员啊？哈哈，再压两板，我老不推。往那儿是吧？这球是这样的，你不总往那边吗？你们就这样解吗？这边死球。哦，那边。弹起来啊！弹起来。好，上，下。哎，小拉的还行，还行啊，有点这意思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 哎，对，有点气势啊，上，哟，带转的，来，来，上，放下，对，放下来一点，对，好球，走，走，叫起来，叫出来啊，来集合喽。我觉得明天比赛啊，在体力这一块，让教练练练我。对，来吧，我们往下。